清明节各地民众返乡祭祖，山西乡公墓公园一透早嘛出现真济陪墓人潮。为着避免烧金纸引起火灾，乡长苏伟俊嘛特别到现场进行防火宣导。山西乡公墓公园一透早就出现真济返乡祭祖的人潮，乡长苏伟俊嘛特别到现场进行防火宣导，降低烧金纸引发火灾的事件。最重要的清明节。那个是缅怀先人哈啊，慎终追远，我们都会到公墓来拜拜，然后来做一个对我们先人的一个敬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啊，在这里呼吁，希望大家啊在烧香拜拜的时候都要注意小心火烛啊，烧金纸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立委柯承芳嘛伫现场设置服务站，准备矿泉水和民众所处，嘛大心提醒来陪墓的乡亲，爱会记哩加补充水分。清明节哈是我们大家慎终追远的日子哈，那大家一起在扫墓或是来我们塔里面祭拜祖先的时候哈因为天气炎热哈，所以要多注意补充水分。那我也在我们和美区跟鹿港区哈几个乡镇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公墓区域来提供民众哈来可以多补充水分哈，来供应水给我们有需要的民众。中国人重视伦理道德，心中对阮的精神。清明节的陪墓制作活动，充分表现无忘本的传统美德。乡长苏伟俊嘛特别提醒民众，烧金纸要注意小心，做好防火措施。大众新闻也从吴山西采访报道。